很多人对刺客教条一的印象就只是阿泰尔可溶于水，当其他人推荐刺客教条开始都是由第二第三集开始，但是我就觉得刺客教条一其实有它独特的价值，所以就有这条片出来跟大家分享。戴定个头盔先，我冇就读任何相关学科，任何历史、学术相关知识对 Google 所得未必完全准确。刺客教条是由 Ubisoft 开发的一隻第三人称隐蔽类开放世界游戏，没错，就是那间连出隻水杯都是出笔的薯仔批发公司。刺客教条灵感来自弗赖基米尔巴托尔的小说《英使者》，被认为是波斯王子系列的精神续作。系列作以历史特色为卖点，游戏入面虚构人物会连同现实世界的人物发生在真实历史事件中，主角运用正面战斗和潜核，利用环境去消灭目标，玩家在完成主要和支线任务之后可以自由探索历史背景。刺客教条被认为是波斯王子系列的精神续作，主要是因为刺客教条继承波斯王子大多的精彩动作设计。2003年底完成热卖的波斯王子时之沙之后，设计师德西莱特被指示要开始制作下一款波斯王子游戏，计划在新一代游戏机上发布。开始游戏的最初开发目标是 PlayStation 2游戏，遵从同时之沙相同的线性游戏方法。然而到2004年9月，随着有关下一代游戏机 PlayStation 3功能的更多信息出现，德西莱特的团队考虑扩展波斯王子游戏进入开放世界。为什么不继续开发固有的线性游戏卖老本，反而要冒险制作开放世界游戏呢？主要是因为游戏图形技术有剧烈变动，当时 PlayStation 游戏机面对 Microsoft 和 Nintendo 的挑战， Sony SCE 就委托 Nvidia 协助研制 PS3 提升图形性能，为 PS3 带来不可思议的提升。甚至乎当年引来美国军方和几间大学采购 PS3 做超级电脑，而当时 Sony 因为 PS3 引来的债务问题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在时之沙的开发过程中，由于硬件限制，使用 PS2 硬件时只可以支持最多8个角色在屏幕上显示，但 PS3 硬件最多可以支持120日。PS3 带来一个崭新的游戏时代，令创意不再受到机能所限。众多优质游戏在 PS3 推出的2007年面世，而刺客教条成功在当中脱颖而出。
波斯王子系列是一隻真正的杂技游戏，杂技指的游戏玩法和一切角色动作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去建构，他们的动作一样花俏得来充满动感。1989年的波斯王子就已经开始运用最早的 motion capture 技术，为一众玩家带来视觉冲击，而刺压胶条的动作设计处处都有波斯王子系列的影子。德西莱特想要摆脱主角只是一个等待去统治开始的王子角色，而是一个想要努力成为国王的角色。他看到一本有关秘密社团的书籍，以及和刺客有关的资料，意识到游戏中主角可以成为刺客，寻求成为组织的领导者。因此游戏以波斯王子刺客为标题开始制作，麒麟感来自哈桑·萨巴克的生平，并大量使用巴托尔的小说《鹰之巢》。刺客角色在游戏的开发过程中以迭代方式充实，经过近两年的开发，波斯王子刺客概念中令游戏名义上的王子由 AI 操控，由玩家控制的刺客监视，作为王子的保镖，将王子从各种情况中解救。 Ubisoft 的管理层不希望发布一款以其名字命名的游戏，而王子不是主角，所以刺客教条这个独立 IP 就此诞生。英之巢该书描述了中世纪以英堡为基地的阿萨辛教派刺客勇斗塞尔柱帝国强权的传奇故事。英之巢中以阿拉伯语讲述阿萨辛刺客们的终极信条 Nothing is true, everything is permitted。这句话现今已为刺客教条系列玩家耳熟能详。由于刺客教条新作不断向旧时代更新，所以这条片不同其他游戏解说，不会同你整合时间线，而是遵从翻主线剧情来讲。刺客教条一剧情主要分为现代线和古代线。现代线主角为大师母，被 Absco 公司刮倒并找捕，被迫进入 Animus， 令他在沃伦博士和路西博士的监视下重温储存在自己 DNA 中的祖先记忆。这两位科学家解释他们正寻找大师母的祖先记忆，却拒绝透露更具体的资讯。在别无选择之下，大师母只要勉强同意提供帮助。古代线发生在公元1191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主角为阿泰尔，因为中世纪叙利亚刺客。阿泰尔从小就接受刺客的训练，25岁就成为刺客大师。1191年，阿尔穆勒派他去由圣殿骑士罗伯尔道偷取伊甸苹果，大失败，仲将圣殿骑士引到麦斯亚夫，因此阿泰尔被降级至刺客身手，开始一段寻找救赎的任务。剧情一开始，大师蒙被 Absco 绑架，沃伦博士指出 Absco 明白大师蒙的刺客身份，并强迫大师蒙协助寻找 escape 的方法。当中，大师蒙否认自己的刺客身份，并指出自己不再是刺客。But I'm not an assassin.Not anymore。 最终大师蒙屈服于博士的淫威之下，使用 Animus。 大师蒙混入 Animus 时，沃伦博士解释 Animus 的用途和原理。 Animus 可以解读基因记忆，并投射出三维形象。 Link start。 基因记忆包括但不限于迁徙、冬眠、繁殖、生物缺少重要的第一次经验但仍有知识。 DNA 如同知识库一样，不单止含有世代传承来的基因指令，还含有先祖记忆。但当思维被拒时，人会缺乏智商和先驱身体同步，被目标基因抗拒，并被推回较稳定状态。因为潜意识的控制，没办法直接跳入特定记忆，必须逐步引导放松后才可以进入。Wait! There must be another way.
This one need not die.剧情以阿泰尔不顾同伴佐兰刺杀无辜的党怒老翁作为开始，同伴指责阿泰尔违背导师所教导的教条，引来不必要的注意和杀害无辜的人。阿泰尔就用终极教条去反驳同伴，并指出不需要理会过程，只需要一个结果。Nothing is true.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Understand these words. It matters not how we complete our task, only that it's done.从他们的对话得知，导师是隐藏了任务目标，然后他们发觉目标可能是传说中的药柜。以罗伯尔为首的圣殿骑士进入所罗门神殿，罗伯尔要手下尽快搬出宝座，以方便进攻麦斯亚夫。阿泰尔决定正面突破，决战异世界。深深呼吸，氧气在四围游巡，无穷幻会视野内，晴空尽见。当同伴提醒阿泰尔要谨慎行事，傲慢的阿泰尔就说他不屑于懦夫行径，为去除敌人不惜违背刺客教义，不要危及兄弟安全。面对同伴的质疑，阿泰尔就表明自己超然的刺客大师身份，并不接受下属的任何意见。Now you would break the third. Do not compromise the brotherhood. I am your superior in both title and ability. You should know better than to question me.No! No! You know not the things at which you meddle, assassin. I spare you only that you may return to your master and deliver a message. The Holy Land is lost to him and his. He should flee now while he has the chance. Stay, and all of you will die.阿泰尔正面破杀罗伯尔失败，罗伯尔就透露去同刺客导师阿尔莫林对圣地有所冲突。罗伯尔推走阿泰尔离开神殿，神殿门口倒塌，阿泰尔被迫抛弃同伴，独自撤离，回到麦斯亚夫。阿泰尔向阿尔木林汇报行动失败时，愿意为身葬圣殿骑士的玛利克回到堡垒交付宝藏。And your brother? Gone. Because of you! Robert threw me from the room. There was no way back. Nothing I could do. Because you would not heed my warning! All of thi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And my brother... My brother would still be alive!Your arrogance nearly cost us victory today. Nearly? I've what your favorite failed to find. Here, take it. Though it seems I've returned with more than just their treasure. 愤怒的马里克指责阿泰尔的傲慢害死卡达尔，并导致他的重伤。同时，罗伯尔带领圣殿骑士对麦斯亚夫村庄发起进攻。阿泰尔尽管及时防守，但仍然出现大量伤亡。Go, inform the others. The fortress must be prepared. Break off the attack and return to Masya. Almohad is commanding. 刺客退守到堡垒，罗伯尔在堡垒门口同阿尔木林谈判。罗伯尔要求刺客交还宝座。Heretic, I tell what you have stolen from me.You've no claim to it, Robert. Take yourself from here before I'm forced to thin your ranks further. You play a dangerous game! I assure you, this is no game. So be it! Bring forth the hostage! Your village lays in ruins, and your stores are hardly endless!How long before your fortress crumbles from within? How disciplined will your men remain when the wells run dry and their food is gone? My men do not fear death, Robert. They welcome it, and the rewards it brings. Good. And they shall have it all around.
do so without hesitation. Show this fool knight what it is to have no fear. Go to God! 及后谈判失败，罗伯尔处死俘虏，阿尔穆林表面要阿泰尔等刺客跳楼殉道，实际要刺客以驯养之药到低位奇袭。最终阿泰尔成功用陷阱击退圣殿骑士。堡垒同一众刺客成员 debrief 嘅时候，指责阿泰尔喺所罗门神殿听从其他人劝谕，为人傲慢，并且多次违背教义。Tell me, do you know why it is you are successful? You listened. Worried that you'd listened in Solomon's temple, Altair. All of this would have been avoided. I did as I was asked. No, you did as you pleased.Malik has told me of the arrogance you displayed, your disregard for our ways.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are rules. We are nothing if we do not abide by the Assassin's Creed. Three simple tenets, which you seem to forget. I will remind you. First and foremost, stay your blade. From the flesh of an innocent, I know. And stay your tongue.Unless I give you leave to use it. If you are so familiar with this tenant, then why did you kill the old man inside the temple? He was innocent. He did not need to die. Your insolence knows no bounds. Make humble your heart, child, or I swear I'll tear it from you with my own hands. The second tenant is that which gives us strength. Hide in plain sight.Let the people mask you such that you become one with the crowd. Do you remember? Because as I hear it, you chose to expose yourself, drawing attention before you'd struck. The third and final tenet, the worst of all your betrayals. Never compromise the Brotherhood. Its meaning should be obvious. Your actions must never bring harm upon us, direct or indirect.Yet your selfish act beneath Jerusalem placed us all in danger. Worse still, you brought the enemy to our home. Every man we've lost today was lost because of you. I'm sorry. Truly I am. But I cannot abide a traitor. I am not a traitor. Your actions indicate otherwise. And so you leave me no choice.Peace be upon you, Altair. 呢度为咗更好理解，先剧透阿泰尔其实冇死。大师蒙被路西叫醒，路西不满沃雷冒险过度使用阿泰尔，佢哋避开阿泰尔到会议室争论。期间，大师蒙到浴室偷听。沃伦不满路西在囚犯面前顶撞女，侵犯他的权威。路西指沃伦不给大师蒙休息的做法是会逼死大师蒙。沃伦就透露研究是有来自高层的期限，而研究失败就要死。现今研究所得的刺客记忆被视为垃圾，而 Asgore 所需要的资料目前一无所得。而先前沃伦恐吓所指实验在大师蒙死后仍然可以继续是大祸。路西回到大厅，等沃伦离开之后，大师蒙向路西交代身世。16岁出生在刺客世家的大师蒙开始厌倦隐居生活，逃离他成长的地方农场，一个类似埋斯亚夫的小型刺客聚居地。10年来，大师蒙没有接触任何刺客，而路西透露出 Absco 并非寻常的制药公司。 Absco 的渗透无处不在，并明示大师蒙正受严密监视。而卧室、浴室位置的各种监视镜头可以确定这一点。大师蒙翻上床休息。呢一 part 主要是指出《刺客教条一》所探讨的议题，虽然写完之后都觉得不是太好，太过阿妈是女人，但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看一路思考。第一幕中，大师蒙认为自己不再是刺客，而阿泰尔认为自己是刺客，但多次作出违背教义的行为。这里可以运用到心理学家艾力克·阿力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和詹姆斯·马西亚提出的认同感状态反思，对他们的行为作出更好的理解。
艾力克森将人类嘅生命依据心理社会嘅发展任务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决定于某个转移点，或称危机嘅顺利解决。青少年间嘅主要发展任务系自我认同同埋角色统整。呢个阶段嘅青少年藉由自我嘅反思同觉悟，开始确立佢喺团体中嘅地位同社会期望。可唔可以喺唔违背自己需要、价值体系同良知嘅情况下，调整自己行为同价值观，以增进对环境嘅适应性，系一大关键。马里克嘅理论以探索同承诺双向界定出认同嘅操作型定义，并据此发展出四种认同状态：一、认同达成型，经历探索后作出承诺。例如你食过淡仔同三哥，觉得三哥更加好食，所以你同人讲你是三哥派。二、他处定向型，缺乏探索但有承诺。例如你冇食过淡仔或者三哥，但你身边嘅人都系三哥派，所以同人讲你是三哥派。三、延期未定型，正经历探索但未作出承诺。例如你选择淡仔或者三哥，大多时间都系拣三哥，但你唔同人讲你是三哥派。四、认同迷失型，缺乏探索，亦都未作出任何承诺。例如你冇食过淡仔或者三哥，你唔同人讲你系咩派系。翻嚟刺客教条呢条片会集中分析角色对刺客嘅身份认同。细个嘅大师蒙属于他主定向型，大师蒙至少隐居农场，身边嘅所有人都系刺客，认为因为父母系刺客，所以我都应该系刺客。呢种认同感并非基于自身嘅探索同尝试，而系基于他人，所以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同自我否定。佢对自身认知或者努力方向，几乎从来都唔系从自身出发。心理成长朝向独立同自立，同父母间嘅见解容易产生冲突，形成代沟。大师蒙一直接受刺客教育，要隐藏自己嘅痕迹，避免如狼似虎嘅敌人找到自己。但佢成长嘅十几年嚟，乜事都冇发生过，开始质疑自己嘅刺客身份，甚至开始要魔化父母，觉得唔俾自己接触精彩世界嘅父母系肉罪，自己系囚犯。当价值观重建冇顺利适应时，容易表现出违抗权威嘅举动。16岁的大师蒙属于认同迷失型，容易抛弃曾经做过的决定，总是处于一种健步行步的状态，甚至会接受同过去决定截然不同的决定，既不了解自己，亦都不太关心刺客的问题，是一种角色混淆的表现，会容易失去自我控制力和安定感，造成认同危机，进而出现问题行为。大师蒙决定不理会刺客面对的威胁，逃出父母，逃出农场，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被 Upscore 捉走的大师蒙属于延期未定型，处于未定状态，努力在被囚生活和阿泰尔的记忆中探索自我，开始觉得父母以往的做法是正确，但还未得到答案。而阿泰尔属于他主定向型，从小就接受刺客的训练，25岁就成为刺客大师，虽然对众多议题尚未探索，但仍持有童年期父母、师长、传统教养所一再传达的信念，甚至以此作为自我人生的承诺。阿泰尔在青少年认知发展中已经可以运用较高层次的思维，并具有抽象的思考逻辑、假设性的推理和解决问题等能力，在思想表现上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建立出判断标准，养成好批评、好争辩、不满现实的态度，甚至有时会表现出夸张或者傲慢。阿泰尔对刺客组织的三大教条不屑一顾，只有用自我为中心判断刺客最虚、最难理解的终极教条。自我膨胀的阿泰尔对任何人都表现出夸张的傲慢，对人表现出自己刺客大师的高贵身份，即使面对导师阿尔木林亦同样。而阿泰尔的傲慢造成他难以同其他刺客有更亲密的关系。阿泰尔的社交欠缺会令到阿泰尔造成对刺客组织的疏离，表面上守卫堡垒的刺客都会向阿泰尔问好打招呼，但实际上阿泰尔的朋友伙伴都已经散尽友谊，当中以童年朋友阿巴斯为首。马西亚认为形成自我认同的人都经历过探索所带来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正是阿泰尔和大师蒙所欠缺的。他们在经历危机之后才可以获得对自己更清晰的认知，对某特定的人生目标、信仰、价值观做出承诺，是基于对自己的了解而认定自己努力的方向。于是他们面对人生机遇和挑战时，都可以依据本心做出抉择，在面对坎坷和阻碍时都不至于心灰意冷，全盘否定自己的努力和方向。马西亚指出，形成自我认同的人是所有四种状态中最少听信权威、
亦更少受到外界负面评价的威胁和动摇。而一位高尚的宗教领袖理应达到这个阶段，才可以带领信众面对难关。正如摩西率领受奴役的希伯来人离开古埃及，前往应许之地迦南，经历40多年来的艰辛跋涉，才去到应许之地。艾力敲森将人生全程按照危机性质的不同，分成8个时期。在心理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体在不同时期学习适应不同的困难，然后逐期上升，最终完成整体性的自我。阿泰尔到底可不可以成为真正的刺客大师呢？这个问题要到后续剧情才知道。宗教学中，教条是一个或者一组原则，被归源于某个权威所制定，被认为是绝对正确，不可争辩。它是一个意识形态或者信仰体系的基础部分，改变教义必然会影响整个信仰系统，造成在根本上的典范改变。对于教义的确信会影响到信徒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影响其行为，亦可能造成团体的凝聚或者分裂。例如有个教派叫三哥派，他们崇拜三哥，至高无上的三哥设了一条教条，教条是必食三哥米线。有信众为了服从教条，三餐都吃三哥米线。亦有信众持不同的想法，觉得人生吃过一次三哥米线就已经足够满足教条。虽然对教条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他们都可以相处融合，可以一起作为三哥派的信众。而认为教条完全不可以改变，必须完全按照字面上去理解和执行教条的想法，被称为教条主义，是一种盲目遵从某些标准或者原则的态度。于是有人发觉教条主义是没办法实际实践而害人的，当中最出名的不是梁天琦，而是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实践是正义教条主义的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由此亦确定只有等到某种教条主义产生现实恶果之后，才可以从根本上消灭它。或许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是这样才可以令教条主义的危害得以彻底暴露。毛泽东出现这个想法是在现代，反讽刺客教条一发生在中世纪欧洲，当时还未经历启蒙时期，人的思考方式不是理性，而是依赖宗教。而以宗教概念管理的刺客组织，会不会以教条主义的形式去履行教条呢？首先是第一条，对无辜的定义。阿尔穆林指阿泰尔在神殿里面杀的老人就是无辜，不需要死。是因为他是无辜不需要死，还是因为他不需要死所以是无辜呢？前者简单理解，但后者就比较复杂。因为阿尔穆林解释教条曾经指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都是不可以接受。如果杀了一个目标，目标的仔没犯开，我死了都是间接所杀的。按照这个想法，路边的任何杂兵在调查时都是不可以杀的。但刺客见到敌人不理任何目标就照杀无误。再看第三条，阿泰尔被认为是暴露刺客组织据点引来圣殿骑士进攻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阿泰尔是自己回去，没敌人追踪，据点位置更加是一早就已经暴露了。要追究吸引敌人攻击的责任，更加会是被围攻后逃脱并成功抢夺宝藏的马里克吸引仇恨。明明两个人都有违反教条，不应该只有阿泰尔受罚。阿尔穆林冇可能不知道当中关系，又或者有马里克受伤成功夺宝，阿泰尔傲慢失败的因素，但教条理应是至高无上。两人的差别受罚待遇显示出导师阿尔穆林在演绎教条上有不同的标准，明显不是教条主义的信奉者。第四句亦都是最为人所熟悉的一句，这一句是最虚无最难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阿泰尔就解作不用理会过程，只要完成任务就没问题。这种想法就是其中一种结果主义。结果主义又称结果论，主张判别行为好坏或者是非的标准依该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而定。如果行动可以产生好的结果，那个行动就是好的，亦就是道德的。指一个行为的对错要视该行为对整体而言是否达到最高内在价值的决定，即是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取决于道德行为的后果。例如一架失控的列车在铁轨上行驶，轨道上有一个恐怖分子被绑起来喐不到，列车即将剪过去，你却在改变列车轨道的操控杆隔离。如果拉动操控杆，列车将会切换到另一条路轨上面。但是另一条路轨上面亦都一个普通人被绑住，你有两个选择。一，乜都不做，令列车按照正常路线剪压过恐怖分子。二，拉低操纵杆，改变做另一条路轨，令列车压过另一条路轨上的普通人。正常人都会揀杀死恐怖分子，因为普遍社会道德观中，普通人的生命比恐怖分子更加有价值。
但如果你不是普通人而是恐怖分子的同伴，恐怖分子有教条是不可以放弃同伴，你就应该遵循教条令列车压死普通人而不是同伴。但如果有另一条教条是不可以伤害普通人，就会陷入两难局面。结果主义者会选择比较最终结果而作出决定，将每个选择量化比较。为了方便理解，恐怖分子脑鬼上加过美国总统，普通人脑鬼上加过英国总统，将违背不可以放弃同伴加美国总统同违背不可以放弃同伴加英国总统比较结果重要性再作决定。结果主义可以有效达到明确目的，但亦都有人觉得是不可取的。他们认为结果主义虚无而注定要失败，因为人生是注定要死，任何时刻的决策都会变成消极态度的不做决策，或者干脆直接去死。先分量这个极端想法，结果主义实践上会存在问题，因为未来难以预测，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的最多事就是预测行为之后后果的概率。例如我出街吃三光米线，结果去就休息没开铺。人冇办法 100% 准确预测每件事嘅后果，所以当计划出现意外不似预期时，可能会有严重差错。例如我借钱开间米线铺，谂住可以做到发达之后再还钱，点知隔篱开咗间三哥探仔，个个走晒去食，结果冇人食嗰间米线铺，最后我冇钱还，仲破坏产。另外，衡量比较后果的好坏会非常困难，因为判断后果好坏是主观的，而不同后果所得价值不同而难以比较。情况好比阿妈同条女跌落水，你会救边个？阿泰尔比较完成任务加遵从教条减懦夫做法，同完成任务加铲除敌人选择后者。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阿泰尔的预算有几咁美好，残酷的现实就是我几用力将阿泰尔撳在地下狠狠摩擦。结果因为自己打不过，能力不足，对自己能力高估而造成意外出现。阿尔木林就因为阿泰尔违背教条而用刑。相反，如果阿泰尔成功打赢罗伯尔并成功夺宝，相信阿尔木林就不会处罚阿泰尔，如同一样违背教条而完成任务的玛利哈一样。结果主义其实不一定是完全失败，只要保持理性，思考成功可能性，就可以就目标达到最高价值。由于第一幕剧情实在太短，所以剧情的 FF 部分可能会在下一部影片再做。